本以为是上天眷顾我的一场美梦，可是最后才发现，是一生都逃脱不了的噩梦。订婚这种大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一个聊城的将军夫人能一眼认出英国主人，你到底是谁？太子就这么恨太子妃吗？要如此执意的寻找？你再等等我，等等我吧。只要你是南疆国的太子，我是英国人。我们注定不会有好结果。你说，如果我们不是现在的身份，还会遇见吗？如果我们不是现在的身份，还会遇见吗？还没问姑娘芳名。民女秦若瑶。我们还会再见面吗？下次见面，我们有可能不像现在一样。就算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找回来。那人不识言辞，是我得罪了太子殿下，我代他向您赔罪。那人。我父亲让我嫁给我不爱，还很有可能后悔，能怎么办？那我就杀了他。太子怎会如此执意寻找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有放不下的人，我有。任何可能让我失去他的人，都要付出代价。如果我不是南疆国的将军，是不是我们就……我的心已经死在了那个深谷。你再等等我，等等我吧，好吗？只要你是南疆国的太子，我们注定不会有好结果。你对我有过整个情谊，可惜我为他不顾一切，到头来却把他给弄丢。下辈子，我们平凡的遇见吧。